台湾四大炒房大咖这个三皇一刘在永哥之后呢，这个刘妈妈又登上了新闻版面。在之前我们的新闻中曾经独家为您报道，在台北东区的 SOGO 后面，那么有一个小型的菜市场，里面有这么一位高金博，绰号东区菜王，就是他跟刘妈妈因为土地闹上了法院。那么一审法院判决高金博胜诉，但是二审大逆转，这位高金博输给了刘妈妈。你做你狗嘛？你叫四五年啊！我的新闻五年啊嘞！你不五年啊？等伊那唔，你拆人的物件嘛拆五年。对哇、啊。提高分贝越炒越大声，这一位是东区菜王高金博的太太阿梅姐，和投资客刘妈妈大打土地官司，一度胜诉，声名大噪，但高院最新判决大逆转。你好，记者讲，看你是安怎做出来，看你的手段是怎么做出来的，看是安怎你还搞抢物件去。阿妹姐指控这位卖蛋的刘姓妇人没有经过高金博同意，在96年期间和其他摊商私下达成协议，把90坪市场公有地以1亿700万卖给刘妈妈，却不肯依照持份让高金博分钱。所有钱状该有都算你给我们就好了、啊。一气之下，高金博和阿梅姐一状告上法院，主张自己是土地所有权人之一，拥有优先购买权。一审获得胜诉，但二审法官认为高金博胜诉后没有依约支付1000多万的头期款，改判合约无效。你把我挡住，我怎么缴钱？气到边做生意边打电话和律师商量对策。阿梅姐说，高金博早就筹到7000万，绝对没有不缴钱，坚持上诉到底。东区菜王和刘妈妈的抢地大战持续延烧。中天新闻和主说范新宇台北采访报道。